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屏东的男子安乐团。通常这个时候要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就算不要为了有名不有名，好歹也为了这个路程一个掌声好吧。有点远啊。其实我跟台东有很大的渊源。我相信台下在地人会想说啊，你可不可以开始讲那有的没的，要拉关系？没有，确实是没有。我的姑姑，我的姑丈，就是台东人，新生里的里长，姓陈啊，我没有骗你。然后第二个渊源就是，我当兵的时候在台东的太平营区当兵，基部营营部连就是我本人炮排。炮兵的习惯啦，所以我对台东非常的有一个所以你很会打炮？没有很会打炮，就是有发射。好，你这样讲我好难接。没有，打敌人可以的，打炮好不好？打敌人我可以，好，我们有经过专业的训练。好，然后我们是男子安乐团，然后今天非常开心来到台东的铁花村这边，唱歌给大家听。那希望第一次听到我们的朋友，如果说我们的歌五哈列比有合你的味道，那帮我们点个赞，按个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谢谢。
小姐。